这围裙特制的哈。是啊，这不离家有喜吗？老热闹了我。这是丹东宽甸的一场热闹的农村婚礼。新郎官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呢，摆下了70桌酒席招待大家，亲朋好友和组织映射呢，也是放下了手中工作，来到这里帮忙沾沾喜气儿。现场的一支业余舞蹈队的表演呢，也是吸引了大家的目光。看看他们的表演，真的是堪比专业。